这个假设这个哈，这个盘子的话呢，我们叫大 M，它是小 M。好，掉下来以后的话哈，它碰撞前碰撞后哈，它瞬间动量守恒了，但是动能不会守恒，哎，没有，但是那个力学能不会守恒，它有一些动能损失掉了，所以我们要算什么呢？算它碰完以后的话呢，它是力学能守恒的。好，那我就从碰完以后，碰上去以后，那时候开始算起。好，它打上去又粘住了以后，它的平衡点在哪里？新的平衡点，因为它质量是小 m 嘛，所以它平衡点会下降多少？下降一个 k 分之小 m 之一嘛。进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它下降这个高度以后，它的弹力跟重力才会抵消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在这里的话，弹力跟重力两个合力加起来才会等于，所以这里是新的平衡点。那我就以新的平衡点哦，当总位的零点嘛，对吧？然后我来算一算哦，这个状态，喷管以后这个状态呢，力学很多。喷管要这个状态啊，它的动能多少？它的动能哦，一天哦是等于多少？二 m 是 p 平方嘛？二 m 就是大 m 加小 m，p 平方啊。那因为它瞬间动量守恒嘛，那我就来算什么呢？算它从这里跑到这里来，它的什么呢？它的碰撞前的动量。碰撞前的动量跟碰撞后的动量一样，这本来应该是带碰撞后的动量，对不对？但是碰撞前的动量跟碰撞后的动量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哦，这一段的位能哦，变成这里的碰撞前的动能 mgh 啊，会等于多少呢？碰撞后的动，碰撞前的动能2m/pi 啊。听见没？对不对？那二分之 pi 平方跟二分之 pm 平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把二分之 pi 平方给带掉，所以这个应该等于多少？大 m 加小 m 哈，二分之 pm 平方嘛，这个，这个 m 平方 dh 的，这有问题，这是碰撞后的动能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，碰撞后的力学能多少？是位能加上动能，对吧？所以碰撞后的总力学能多少？碰撞后的总力学能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k 分之 mg 嘛哈，多少呢？动能是 m 加大 m 加小 m 嘛哈，m 平方 dh。动能加位能，好，位能多少？位能是等于二分之一多少呢？k 分之 mg 的平方啊，等比吧。那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哈，它的端点的哈的总力学能吗？它的端点的话哈，它没有动能，只有位能啊，所以等于二分之一多少呢？O G K R 平方，那是 R 的话呢？什么？是新的平衡点到端点的距离啊，是那个是正比的。那这样正比就可以算出来，等比吧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所以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约掉嘛哈，约掉就等于多少？R 就等于 R 平方哈，这等于二 m 平方的 h 好。R 是八零多强，对，R 是 K 啊，再加到 K 等于平方，那 R 的话就可以算出来，R 的话就可以算出来，K 大 M 加小 m，二小 m 平方 dh。
加车一堆，下雨天，对吗？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来测验一下哈。当你答案趋近一点的话，这个答案会跟这里的答案是一样的。答案你让它趋近一点看看。哦，当然答案趋近一点。刚好答案趋近一点看看。趋近一点的时候的话呢，好，那这样会等于多少？要趋近多少？趋近多少呢？再起 K 用多少呢？哦，这个是，这个不是小 H 哦。这起应该是大 H 啊。大 H。大 H。好，这等于呢 ，K 分之二等于 G H， 加上 K 等于 G 平方，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样的？整体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你说呢？用这种方法哈，能不能算那个刚刚没有质量的那个？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算，两种方法都可以做，好。但是第一种方法的话，没有办法算这个质量的。第一种方法是这样的。